元朗站的 A 出口，跟呢个长盛街行，大约行五分钟就去到呢个元朗旧墟。长盛街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保存完好的建筑而闻名，被称为满清一条街。这条街上有超过30藏历史建筑物，展示了满清时代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。除了众多的历史建筑，长盛街上还有两座古庙，分别是大王古庙和元君二帝庙。这两座古庙在古时候是旧墟居民解决纠纷和求助的场所。大王古庙是一座供奉城隍神，又称为大王宫的庙宇。城隍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被认为是守护城市和居民安全的神祇。当居民遇到纠纷或法律问题时，他们会来到大王古庙祈求神明的帮助和庇护。元君二帝庙是一座供奉元天上帝和关圣帝君的庙宇。元天上帝在道教信仰中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明，而关圣帝君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将关羽的尊称。这座庙宇是居民们祈求神明保佑和平安的场所，也是他们解决纠纷和寻求公平正义的地方。这两座古庙见证了当地居民的信仰和对神明的依赖。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长盛街这条历史街道上，这些古庙与其他建筑物一起，展现了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特的文化价值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